Hello， 大家，我是李毅，我是阿彤。那今天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要告诉大家，那就是在4月6号的时候呢。然后下午4点到晚上6点呢，我跟阿彭会在国父纪念馆对面的新创商务中心，就是4点到5点的时候，我们会在这边，然后帮大家按摩，而且当天呢还会有好几个师傅一起共享盛举。为什么说是共享盛举？因为我们当日的所得呢，会全部捐给家福中心的小朋友，然后做公益活动，就邀请大家一起来被我们按摩。我跟阿彭今天可是学了非常久的按摩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还学了脚底、肩颈都有。当天你想按什么，我们都帮你按。对，但只有5分钟哦。对，只有5分钟。然后当天的费用就是随喜，你们想要给我们多少钱都可以，反正当天的所得会全部捐给家福中心的小朋友。那5点到6点呢，我们就会在国父纪念馆的周边呢去走动。你们要是看到我们，可以拦住我们说我要按摩，我们马上停下来就会帮你现场按。所以到时候大家记得坐来给我阿彭捧场，拜托拜托拜托，来嘛来嘛，而且刚好是廉价哦，对，欢迎大家。